好，今天要变个魔术给你看。今天这边有一个充电线，你的手机借我一下。等一下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手机插上充电线的时候呢，然后再插上插座就会充电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手上有这个东西，这什么你知道吗？猪？不是，这个叫做插头、插座。哦，对不起。对，插座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充电线，现在拿起来之后仔细看，我们把它朝我手上，现在把它插上去。就看到它是瞬间充电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充电？把它拔起来之后，它就没有充电。你试试看，你帮我插上，你插我看看，不是插我手充有吗？没有对不对？没有。我再试一次给你看，像这样仔细看，咻，它就瞬间它就充上去，咻，拔掉之后它就没了。这全部都可以给你检查，线可以给你借，然后手机也可以给你借，都可以给你借。好啦，谢谢。